就烧好像没屁用。哎，可以打啊！烧能破盾吗？你可以破盾啊！烧能破吗？不知道。那你加那个吧。加这个好了。好。绝壁上升，那我就破盾哦。哇哟！打你好像还好。哦，你护盾37耶，37，然后这样打三十四，哦，都打你，哇哇，这样就好啦。不行，哎呦，不好，不行，不好了。先戳死一只鲨鱼。哎、欸，你怎么留他一滴血？他被烧死，他被烧死，换他会是被烧死。好，你自己不用理他，不用理他哈、嗯。打电话一次，打电话一次。然后就等他动完他才烧这样子。这个不要把他浇熄哦，浇熄他就不死了。他不会，他不怕水。哦，他免疫水，他免疫水。把你把你把我的火熄掉。啊，帮他浇熄。啊、哎，有知道了。叫啊！哎呦，12D，旋转跳跃。你甩断腿，真小看不见。交了这两只，交了交了，算了，不吃了不吃了。对啊，有一只火蝎也在这，还在烧啊，还在烤，还没熟啊。丢垃圾桶要先等它火熄掉，能丢垃圾桶啊？哎、欸，它怎么烧起来的、啊？我怎么觉得好像都能闻到魚烤鱼的味道、啊？那我应该推他的。对啊，你应该推他的。为什么这里有烤鱼的味道啦？要用我！哎呦，我自己吃，我自己吃，没有没有没有，你不用吃，不用吃，推他就好了，推他就好了。等一下回那个城市里面回血。哦，这最后一关啊、哦。最后一对，这是 boss 这个洞穴最后一关了。你们不一定在讲什么吸什么，等一下哈基生气哦。吸什么吸？你们在笑什么啦？你们在笑什么？真的很好笑。你们在笑什么啊？你们是在笑什么？吸什么吸吗？那一次我刚刚戳到笑点。为什么？哦哦，可恶！巨龙之剑，怎么看都像敏捷的啊？怎么会是力量啊？哇，力量判定的武器耶！是啊。哎、欸，这把剑看起来好帅啊！对啊，对，这把剑外观还不错。嗯。给哈基吃吧，对，你也吃啊，你也吃，对不起，叫错了。对，我想说，我金子最低，为什么不给我？破碎的金子，不急。哦哦，这关是不是有点多好武器啊？他没有破防，给我有啊，刺穿有吗？刺杀不是吗？我都不行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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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破防。他只是看起来很像破防招，但是不是？对，给我，我还是想收集他。好，丢弃，垃圾，垃圾。找到神稀有奇怪宝贝了，什么鸭蛋？
这个到底还算算不算成？没烧嘞，熄了熄了熄。熄了，烤完了，烤熟了，熟了，真香。怕我们走过去吃它是？可以打 boss 喽！又是又狂野成就，耶！ Yeah! 一些是时间的问题了。嗯，机不可失啊！走喽！嗯，好，嗯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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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成功了，洪水退却了，耶、yeah ！快点，你们这沼泽地太多东西。哦，对，人走三格，这很难走啊，沼泽地的关系啊。哦，很沼泽，很沼泽。快点，你们有病患，快死了！快到城镇，快到城镇。那我们要不要直接这个点上去？还是哪一个？你要换我再换音乐，应该可以到维克堡音乐那个繁星谱写。维克堡吗？哦，可以，应该可以。如果这样走的步数来算，应该是可以到。就不要有人在那边挡路。有了，快到了，快到了，哇，全满呢！我快到了，快到了啊啊！吓死人！没事，一个东西。我想说会不会酒吧里要战斗，但是有点烂呐、啊，这个超烂的。镜子说要那个打开什么市场再卖会比较好。哦，他是这样讲啦、啊啊，可是要试试看，不知道要摸查。来，等一下，我给繁星，我把那条鱼给繁星。不要，我压力好大。鱼呢？哦，在这。来，这里。Go， 去城市里面卖看看。不是打开市场再卖哦。刚刚是这样说啊，不是吗？这边是不是都有狗？哎、欸，不一定，一不可思，那就不能吃手扒鸡了。然后打开市场，打开包包，是不是？可是我刚刚也是这样卖啊，出售12块，是这样子吗？我觉得差不多，我记得是差不多的、啊，我记得没有不会因为你打开商店卖的多少，应该是服务。住宿吗？还是美女陪睡？治疗师就好了吧，然后再走出来。哦，你要治疗师也是有啦。啊，有没有护士的？有帮你加咒语的，帮你在蛋包房上面加咒语的。他要摩啊摩啊吗？摩 A 摩 A。哦，中啊！在那边没错吧？没，中啊！哦，好、哦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力量，嗯、力量，因为换上力量装吧。好，要换力量装，为什么？这边有力量判定的。哪一个？你说桶子吗？哦，啊、好，我先换。你要到前面再换啊，不然路上你弄丢、也是可以啊。哦，又有一个可靠消息。什么了？刚刚那条鱼可以去夜市换东西。好、哦，好、哦，换什么？好、哦，不知道，夜猫说的。夜市换。换装备。哦，你提夜市。一下，那条生鱼去夜市换条熟的鱼，好像也蛮合理的啦。八十，这真的是换个装备就转职了、欸，真的，好猛哦、喔！某方面来说，真的是很猛啊。所以流浪汉是你滑滑滑，他突然出现。对，好，突然跳出来跟你讲说救我那种，
对对对对对对对。欸，你这个假力量判定，两个都失败。太久没运动了，天啊！就习惯魔法了，就习惯脑袋好了，突然换一下力量就不习惯了啊。喜欢念书。对呀，读书很棒啊。还有什么项链？项链这里，你还有一步可以走。项链换了，还有什么还没换？差不多了吧？你刚刚脑袋不是也89？哦，89了，好。我们要不要先去啊？时间差不多啊，直接走了。今天怎么了？正五天了，10点，快10点了，哦，好，来去打一打了。好，转职失败，对啊，没办法。差一步，下一回合，我们的船要先修吗？我可以修啊。修成道具吗？有啊，我有三个，繁星有一个。交28金币，那应该没差。我们这钱也不需要了。怎么在海王的旁边啊？我想把卷轴用。看这里。好好看哦。长这样啊。原来长这样啊。哦。好 ，Go。感谢西瓜，干嘛送西瓜啦？可以伏击哦。伏击，给伏击，给伏击。给我伏击。还想偷打人家？多摸一下，像哈基上次那样。偷摸人家屁股。哈基这样不行啊，哦，哈基。就想用全力去摸人家屁股啊。伏击。你这可怜的小伙子。先把两个触手弄掉。Oh.把两只触手弄掉，它就没用了。好，先打右边，好。错。嘿。凯明改不了运。哎。对。我记得触手好像之前打人没有很痛吧？对啊，他主要是打船啊，一直打船。嗯。哎呦！免疫没事。哎呦！我是要按嘲讽才对啊。也不对，我要打。没有，你要输出。你要输出。不对，他们打我会受到3D 伤害。喂，还想动啊？哎呦！干嘛？绑住了，绑起来了，你被往后推了。我的腿也推太后面了吧？好后面啊！推，你也可以先打一下，然后下一次再那个。哦，好啊。因为我两个就满了。嗯，那我就先打，一样打这只手。卡27D。想动吗？动不了。哎呦！哎，你手上还有他的手哎。对啊。啊！我被绑了。完了！哎，完了！你怎么完？不是很后面。是黄金坑。好。错。黄金坑。哦，刚刚的鱼可以换火鱼丝、会生菌轴、四叶草、酒精太妃糖、咸味硬糖，选一个。哦，
消息可靠吗？夜猫说的。哦，我们船还有六滴血，所以可以修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哦哦哦，像这样。哎，啊，我被延后了！哇，他通道了，他动了，他动了。不要啦，对不起啦，我错了，买啦，拍谁啦？哎呦，二十八滴，好痛哦！哇，等一下，我下一回合要帮大家治疗，可是血量有点危险。哦，哎，怎么？哎呦呀！哎呦喂呀！你躲什么啊？很可怕。他一丢丢了。刚拿到鱼的时候，右上角学士商店已更新，是不是？是不是要先开卖鱼才能够卖钱？可能，我们进是说学士商店那边要先买它的那个特殊效果才能卖吗？不知道，不知道，不知道，不知道。反正你开了也是下一局才能玩的啊。对啊。振奋心，哇！你居然有振奋、啊，振屁呀、啊！哇，繁星！哇，快点，右边那只手，右边的手收快死掉了、哦，我都死了。推！啊！哎呦，这个还好，这个还好。巴掌，啊！左巴掌右巴掌，哇！左甩右甩，因为打右边那只，他要推，他不推不行，他打得太痛。